可惜我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。而且我录影自爆，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，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，30000美金，包含给司机的钱跟旅费，都回台湾的。我想回家，我不敢再来柬埔寨了。我另外一只手机被人拿走了，然后被绑在椅子上，然后脖子也被绑住，手也被绑住，然后后来到刚刚有一个人进来，跟他们讲柬埔寨语言我听不懂，然后后来里面两三个拿枪的说要把我放走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把我放走，我就一直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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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跑。你想让大家知道说我已经跑出来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，我不怪谁，我怪自己而已。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、生命在拼命，这我的问题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先回饭店，我要先回去，我要先回想办法回去。